上一个月的工资是4500元，可以养活得起一个家庭？不可以吧？啊，因为太少了。如果要是在这儿生活的话，男生如果要是男生挣10000块，女生也应该挣个4000-5000块钱，然后才能负担起一个家的基本生活费。也是看地区吧，因为地区就是如果说在北上广肯定就是还有一些困难，但是如果在这些太原这边，其实就是花销不是很大的地方，其实还是够的。那你觉得如果在北上广那种一线城市，多少个月工资是合适的？6000-7000左右吧，然后要还要再高一点的，如果在北上广的话是属于中等水平，有点难吧。现在看在什么样的，在几线城市，我觉得如果你就生活在一个小县城，4500是蛮可以了。但是你要是在那种北京北上广那种一线城市，4500肯定完全不够，两个人都是4500都不够。这个具体的话应该也是可以的吧，因为毕竟不是只有男生来工作赚钱，女生也会工作赚钱的。在我们这边的话，这个工资水平还是比较低的，就是相比于那个外面而言，4500的话有点不够，有点少。对于一个家庭来说，4500除了零花钱那些花销就没有多少钱了。那你觉得多少钱是够的呢？6000-7000吧，起码能养活起这个家了。那你觉得就是月收入是10000元，是属于一个什么水平？中等吧，稍微中等一点，就是不会过得太差的那种，可以吧？你觉得上万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？中等。